倾向，所以两者相辅相成，这才是完整的亲理之一啊。所以圣人他们在做文章真的非常巧妙啊，所以真的啊，从上而下，从下而上啊，真的啊啊啊，了若无遗啊。好，请各位先生，我们来看初六爻，哎，有福以知无咎，有福迎佛，终来有他吉。以知初六有他吉也呀，啊，所以有福以知无咎，则哎，有福就是什么诚心诚意的意思的，啊，啊，所以他说要以善知识来亲敌，必先要有诚心，而且这个诚心要怎么样，为什么彻底，哎，诚心到底呀？为什么？你看看，它动下去变成什么？水豚，哎，豚是四大难卦，所以如果比错了，那要是比错了，可能就变成四大难卦了，啊，他说你看，水豚四大难卦第一爻是什么？我们上过很多，还有哎怎么样？观念嘛，概念嘛，啊，所以呢，水豚第一爻不能加，以贵下贱，大得平变，所以就是你要以贵下贱呐，哎，代表说你要很有诚心，要来怎样跟定你的亲敌呀？你没有这种心，没办法跟他亲敌的。为什么？因为你也在这边呐、啊，人家第五爻高高在上呀、啊，啊，他第一爻就是庶民啊，庶民要跟一个皇帝亲敌太困难了，所以唯有动员至诚之心，才有办法来感动上天啊。有福迎佛，佛这是一种法器的意思啊。哎，我们说挖工呢。以前做的一个瓦器呀、啊，啊，他说他圣人呢就借用了这个瓦器来做一个什么？你诚心诚意的如何来提出来？他说这个人的真诚之心呢，要好像你用什么瓦器圣物，哎，其中的物呢怎么样扎扎实实的、实实在在的料，哎，就好像我们在卖东西，哎，这个粽子里面包的是什么哇，整个都是什么料，很扎实的，人家看起来哇，这一个怎么样？啊，这个东西呢，做的非常的什么，非常的价值观，物超所值，类似这样子的，啊，不要说一碗鱼片呢，什么都没有，聊了半天还是什么，一个香菇头都没有啊，啊，这样不太好，哎，所以他说里面要有扎扎实实的料，哎，代表了我们的至诚之心，终来有他，有他就是什么，无我的境界，所以这里面讲到无我的境界啊，啊，所以我们来看它的一个含义。他说已知初六的重要，就是因为初级阶段的一个亲故更能想怎样体现诚意，如要与人相亲，必须呢是知内心的真诚，如果能够有福云果啊，诚信充满于内啊，像装满美酒的一个什么哎啊寡什么寡缸一样啊，满布的阶层，不但呢可以就哎，最终甚至会得到意外的一个好处，哎，就好像我们说的以诚待人，人必以诚待我啊，同等的啊，所以这一讲呢，哎，孔子讲的都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到己利利人，己达才是达人。就好像说我们自己要做的标杆，自己怎么样？哎，努力起来了，自己呢可以真正的成为一个讲师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的。各方面的举止呢都会怎么样蛮不错的，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要求别人啊，啊，而且达到他人呢，我们自己呢要达到那种境界啊，自己呢要达到那种水准啊，这样子呢你才可以真正引导更多更多的众生啊，啊，不要说往事凡事都叫人去做，凡事呢都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呀、啊，这个以心佛来讲，这个是不合格的，凡事都是自我要求为先啊。啊，所以以身作则。以佛陀来讲呢，也就是大愿众生得离苦啊，不为自己求安乐这种大悲愿啊。所以有福迎佛，就是说你用你的至诚之心，哎，你跟啊把自己怎样化作福的，哎，所以就是有达到一个什么无我的一个境界啊。所以不要执着我的，我看的，我想的，我说的，我的怎么样怎么样，把这个。假我的相法脱掉，那个真我就跑出来了。所以他这一段叫我们真正的至诚之心，就是显现我们的怎么样真我来做事，这样子呢，自信流露啊，达到最后功果圆满啊。所以这里有。
可以有行动表列呢、啊，他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讲一大堆，哎，这个已经有什么果子香了。可是慢慢修之后呢，前辈子又把我们扫向了，哎，修到最后成功无德啊，哎，功成而无居啊，功成无居，是以不弃也啊，啊，所以慢慢的，哎，达到，哎，可以怎么样，无极的，啊，所以把自己，哎，怎么样，啊，忘掉了，把自己，哎，怎么样，啊，把自己呢看扁啊，看淡了之后呢，你的真的住心的住心呢，它自然而然就可以流露出来了。啊，那所以以前不是八仙有一个故事吗？有一个人去拜那个八仙啊，他怎么样？还有为师，哎，他那个八仙其中一个就跟他讲，很简单的、啊，你要成就圣贤啊，哎，成就仙，怎么样神仙很简单，你从从这里掉下去就好，因为他们讲过的地方是怎么样？哎，他掉下去就一个深坑呐、啊，断崖呀。那个人说开玩笑，哎，我如我可以把他掉下去呢。那个就是破成他的果子嘛，嗯，我们都还执着我的生命，哎，那个故事在讲什么？他真的敢跳下去了、啊，已经破了这个果子了，哎，跳下去之后，他当下就可以来成就仙，哎，仙果了，啊，可是他还是不跳，哎，不敢跳下去，为什么？因为自己的世代观念太重了，果子太重了啊，有功德后可以无功。无功德祸成大功，哎，所以你看，我们刚开始都是真正的，哎，有一些怎么样功德的一个引诱，然后把我们牵引进来，哎，到最后呢，我们才说，才知道说哇，其实我们做这些都是尽我们自己一点点的本分而已啊。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真正的就是可以成大功的，有名而后可以无名啊，啊，无名而后呢得实名啊。啊，所以这意思呢，都是怎么样啊？有同工之妙啊！啊，所以《道德经》来跟我们讲说，江河所以能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也，故能为百谷之王啊！所以他说江河啊，哎，你看为什么可以成百谷之王？所有的川啊、河的啊，啊，你看哪里的水就都从流到江河去，哎，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一个德性？他的德性在善下，他愿意把自己压得很低很低，哎，压到低处不愿远呐。为什么道在低处不在高处？所以，哎，这个江河代表着道的一个显现。所以我们人可以随时和海的一个什么江海的一个德性啊，把自己压得很低。所以讲到这里，祸水也见于哪家？你的祸水比你强，哎，比你高攀。比你有随侍，比你有见解，比你有作为的时候，祸水跟你讲，你一定要比他更低，知道吗？那今天的光辉，哎，那、啊、我们怎样？只要怎么样？哎，在后做他的后盾就 OK 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祸水比你强的时候，你还要跟他比长更短的话哈，哎，这样反而怎样两败俱伤。所以我们两个有一个叫成功给男生的。哎，因为他是他的一个人，就是憨厚老实的，哎，那个什么，就是在做农的啊，他也不是啊，可是他就德行很高，哎，那他出现两个助手，就是两个女人啊，啊，我们那边就有女人请，哎，女人带，还有两个人下来，可能有一个女人，两个女人，啊，地区比较大就有两个女人，甚至三个、四个都有，啊，那个女人呢，哇，真的哦，太强了，哎。他每个理论越强，他就越轻松，哎，所以他只要什么事情都交给理论都 OK 的，哎，他所以他怎么样都比较清闲呐、啊，哦，所以只要说有什么事，哎，有什么事要办，他只要讲一句，哎，理论就把它做得好好的，大家可以无后顾之忧啊。所以他只要等待说，哎，啊，给的事啊哪里要点到，给的事啊哪里需要办到，你看这样去有点，啊，所以是不是把自己放得低一点，哎？要让人家高一点，这样子呢，可能就合乎这一段话了啊！不要说什么事情都要我来做决定，不要什么事情都我一定要顺便怎么样才可以啊？往往这样子呢，我们没办法做什么大事啊！真的是这样子哈 啊！所以记得，你的后腿比你强的时候，你要很高兴，哎，啊，你说不是这样子吗？未必哦。哎，后水曾经看过前行，看到那个后水哈、哦，比他强的哈、哦，哎，他很担忧啊，哎，这
哎。
因为他不祷摸不到嘛，哎，所以听不到嘛，哦啊，所以很多人都不相信有这一些。所以可是六祖坛经常跟我讲哦，你的玻璃心就从你心中去长就有了，哎，不必怎样向外去求什么求一些行外之权的。所以须明白，只欲求得无上的无理啊，只要向自己的本心去长即可了，何必拿为心事呢？从心外去求学问阿呢？哎，阿说呢，真正的本心呐、啊，我们要好好把它掌握住，这个叫做内比呀、啊，啊，所以要跟我们自信我好好的亲比。又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啊？啊，所以这就要讲得更清楚了。哎，所以他说我们的心本来就是佛。哎，所以还没有心的时候，本来是无情啊，无情是清清净净、圆妥妥的。可是它就是我们的本性，哎，本性是如如不动啊，哎，所以就好像什么无情一样，它没有阴没有阳是绝对的。可是，一动之下，现在就变成心了。心就是我们今天讲太极的，太极只是一个图一点，哎，给你怎样产生心的一个起心动念的。所以这个心的起心动念呢，哎。就画出来了什么有善有恶，就变成两仪的。所以我们的心性其实就是我们佛性的生化出来的，所以佛性自有佛嘛。所以自佛是真佛，这个佛是真正的一个什么佛？哎，这个是叫做是真佛，会讲经说法的，会派人熏化，会吃饭的，会睡觉的，会做所有一切利益众生的，这个就是真佛。哎，啊，一般的凡也有啊，可是他们做的都是自私自利的事情。所以佛跟魔其实是一线之间而已啊，一念之间。那他如若无佛心呢，何事求真佛啊？所以呢，真正的佛心就在我们本体啊，所以好好画画出来，这个就是你本身的真佛，不要把它抽出掉了啊。又子又说，世人惯于着相啊，内于着空，若能离相离相，于空离空，即内外不离。哎，所以你看看他怎样要破除我们的执着。所以他说很多人，哎，外边着一个什么形象，我要拜个大尊的，我要拜什么什么佛，哎，执着那个什么有形有相的相，哎，他有修的人内迷着空，哎，内迷着空就是哦，我的本性是怎么样空性的，什么都没有的，哎，所以他也什么反正什么都没有，然后反正我都不用做了，哎，又执着于空相的。啊，所以他说能于相离相，你执着这个相把它破除掉，自然而然就可以进入那个空相。我们执着那个空相把它破除掉，就可以达到真正的内也不迷外也不迷，达到清清净净的一个本体的。啊，所以哎，不要执着相，也不要执着空，达到都不知道恰到好处。哎，比我昨天跟我们讲的太好了哈。啊，他说若不实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之见。佛犹觉也，若闻开示，便能悟日。即觉之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啊，他说呢，他跟我们讲说，一定要不实法，这种法是太棒了。哎，所以你刚才六祖为人子师，在第十品，他教我们三十二对法。啊，所以他足空，他就说不要足空。哎，破除他的一个足空相，足相的破除他的足作相，这样就可以真正达到一种某种的契机。所以一个人会觉，觉就是开悟来，哎，所以人的觉性就是这样被启迪出来的啊。啊，所以哎，我们道中为什么不鼓励大家念经？哎，啊，就是诵经啊。为什么说一法只说一法？哎，要破它就很麻烦。哎，为什么不鼓励打坐？哎，打坐往往都一打下去呢，可能忘却了如何度化众生的，把时间都执着在哪一边的啊。他说呢，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一个知见。所以佛就叫我们说，不要执着相，不要执着空，达到那个中庸之道，那个最微妙的啊。好，以后天来讲，好事呢，常心常见，还可以得到好的成绩啊。求职可以找，哎，这里经历不是我们。就是公司的一个经理级的，还是董事长级的，啊，就是高阶的人，你找他，私底下找他，找他帮忙，有效果。
观，哎，禅观，哎，所以你要等到你练习的禅观的智慧水出来，你要明知呢，不然的话，你那种智慧水流露不出来的，哎，啊，所以流露出来之后呢，连绵不断，这个叫做妙智慧，所以就会产生的功德水、智慧水，好，啊，所以一定要明知之内，所以三宝要齐用，好好自我了悟、自我寻找里面的真的啊。那第三条呢，就非常的不好的，右三条就是鄙视灰人啊，啊，所以鄙视灰人啊，这个灰鬼就是以前的灰啊，所以呢，古文跟现在的文哈，哎，是怎样不太一样，意思是一样的啊，啊，所以鄙不亦三乎？灰人是所欺比的都是什么？不是当人呐、啊，灰人呐、啊，恶人呐、啊，小人呐、啊，坏人呐、啊，夜市的大哥啊，哎，很多很多。都是什么为人，而人家亲你是善知识的，而你第三表却亲你一个什么为人啊？所以呢，啊，你看过下去变成怎么样？怎么过？水山解呐、啊，都是四大难过。哎，所以比动本来是很好的，可是动下是为什么？第一爻四大难过，第三爻四大难过，我们可想而知。就是你要亲你的对象，你要非常的小心，一步错可能全盘皆输的。啊、哦，所以你跟交往的朋友太重要了，为什么？他会影响你的一生。哎，所以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一个难得，可以跟我们的所有的善知识，哎，很多的前辈子来亲比呀、啊，我们就真的也能一大步的啊、哦。啊，所以呢，才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哎，所以呢，方与月既不与群分啊，这是《西厨传》第一章第一节跟我们讲的。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以后就成就什么，很自然的啊啊啊！你跟人啊，跟什么在一起呢？可能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啊，啊，所以呢，社会把我们真的很啊感染的啊。所以你看看，很多像前阵子过去接待一个 case 的，他说他的儿子哈，哎，本来在大陆可能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少年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去当兵回来之后呢？哎，迷失在广大上，哎，迷到什么程度？迷到两三天不回家都 OK 的，哎，不打回电话了回去，哎，领报什么都不要，哎，保护母亲呢？怎样？啊啊，没有看在眼里，哦，他高兴出去就出去，他高兴回来就回来，就这样。反正有钱呢就怎样啊？就在广大这样子，哦，所以你看看，社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发展的。哦，可能呢会怎样？哎，把我们自信呢，染黑了、哦、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如何小心？从我们的交友开始。所以，我们身为人家怎么样？哎，父母的也要非常小心你的孩子交友情形。哎，为什么？只要他一亲你不对的啊，不对的人物的时候，可能哎，他的一生就这样。被影响的，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谨慎。所以他说不亦三乎啊，三在不能自守，不能自爱，要知道，哎，这样不太晚的啊、哦。所以这句话，方解是要跟他一样，讲未在拢想换，未在拢未如啊。所以咱来讲何大才还好哦，那时候我又怎么样踩刹车，哎，还好我有跟三只亲比啊，没有跟怎么样恶人亲比啊。所以六三的处境极为不利，为什么呢？初六爻跟六二、六三、六四正式的阴爻本来都想欺负唯一的刚健、中正、阳爻九五，其中六二跟九五有正印关系，所以阴阳这个爻这个 OK 的，所以就比之之内。六四爻跟九五爻怎么样？哎，欺比的关系，因为阴阳单位比柔成刚，所以条件都十分有利。所以接着怎么样？真体之照啊，朱六也不错。为什么？因为他与九五爻虽然是很遥远，没有正印亲比的关系啊，所以条件比较不利。但是朱六处于怎么样初期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又怎么样？他就啊，怎么样捷足先登的，先底层信怎么样信亲不九五，所以不但呢得到了补救。甚至可能有他吉也，最糟糕的就是今天现在要讲的六三爻，为什么？六三爻呢？哎，与九五既无
也没有结出仙根的机会，这确实是值得悲伤的事啊！啊，所以第三条，哎，就人家说的，还有个给了的对了，哎，人都要跟他亲比啊，可是他说，哦，我是内卦，道高在上呢，哎，我是阴机阳贵呢，哎，刚柔相济呢，哎，啊，所以我呢，我不要跟他亲比啊，哎，我自己呢要自创一番子事业啊，啊，所以呢。结果就交到了官民啦，这就是比之归人啦，所以导致的不亦三乎了。所以有一首诗才说：“与个人交如如日暴雨之事啊，久不及凑。”哎，所以你看看，如个人相交，就好像进入什么宅怎么样屠宰场，还是说杀鱼场，里面是非常臭的，臭熏熏的。可是你进去久了呢，哎，你不会觉得臭了，真的哦，啊。与善人交如怎么样？不知然之事啊，哎，久不其香啊，哎，所以呢，自然很香啊，哎，可是你常常在那里环境当中呢，你不会觉得你真的很香。或许以前在做面包啊，哎，只要出炉的时间啊，据说啊，啊，因为或许没有闻过，其实天天都在里面做，哎，啊，我们邻居又说，哇，那这几点到的时候，面包的香味哈，飘逸四方啊，真的。很香啊，哎，然后你说怎么自己都没有感觉啊？哎，因为我在身哎身在其中啊，哎，就被这些香味哦，把自己给感染，哎，感染到说已经麻痹了，自己不会觉得很香。哎，然后来坐背包出去的时候呢，哎，他碰到人，那哇，全身怎么都这么香啊？背包的香味，哎，他会他那里的底油啊，然后他说你看。跟恶人在，跟善人在，都怎样，都是这样子的啊。啊，所以有一次，阿赖尊者跟佛陀，哎，去怎样菜市场，经过一个街道，然后呢，哎，佛陀呢就看到一条绳子，那条绳子是绑鱼的，畜生味很重，哎，然后就叫阿赖尊者把它捡起来，哇，阿赖尊者哇，怎么这么臭，哎。哦，他虽然说他就把它打丢掉了，他丢掉之后呢，哇，手整个都感染了，都是怎么样，臭腥味了，哎，佛陀才当场说话一番呐，哎，他说近之者是近墨者黑啊，你看看你只有碰他一下而已，你全手都这样，整个手都是变成那个臭熏熏的，所以呢，我们要非常谨慎的交友这一方面啊。孟子也跟我们讲说，人有提前望而知求之啊，有放心而不知求啊，哎，所以他说怎样？我们人啊，哎，养鸡、养鸭、养狗，尤其现在养狗的很多，养宠物的很多，宠物掉了，然后呢，跟广告，哎，扣赏五，哎，什么500块，扣赏5000块，哎，我们看到我的爱狗呢，有鸡啊，有狗啊，掉了，我们都知道求啊。可是我们放出去的心，我们良知不见了，良母不见了，而不是求啊，哎，所以看看孟子呢，哎，才说哀哉哀哉啊，的确是这样的，哎，他就说谁会知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所以我们今天研究经典，研究圣人之道，谁会知道在哪里？没有必要这么跑，哎，没有必要这么跑，是怎么样？把我们良知良能找回来。放出去有虚，反而哪个找回来，这样就对了。所以比之归人，也就是说，你的良知良能已经被牵引走了，已经不在了，到时候你就没有了，你赶快把它找回来吧。啊、哦，所以要赶快，哎，度更多的人，让比之归人这些人呢，可以找到他的一个安定所，找到真正的一个什么回归的路啊、哦。这样呢，则是寻心放出之心，说为以内圣外望，得物致知。被尘劳牵引修炼的这个心性的啊，所以他说赶快哦，把我们放出去的心赶快找回来，哎哎，那个现在呢就是你自己呢，哎，放出的心赶快找回来，这样子就可以真正的修成内圣外望之功的啊。好，佛陀也跟我讲说，当心中有怨恨的时候，就应当怎么及时把它撕退了；当心中有叹。啊，贪婪的时候，更应该及时把它什么根绝了，因为人的思想就像海浪动荡不定啊，人的意念呢，如同风之摇晃不定，所以
身为一个修道者，必须洗净物欲之心、无法之心、交友之心、杂思之心，应该做到云雨的清净、自信的清净、心灵的清净。哎，所以我们哎本来就是要回归清净的本体。哎，所以我们的自信就是本来清净的啦。啊，那所以要回归它，就是达到清净两个字。所以《清净经》里面讲的最彻底的啊，人心好静啊，啊，所以你看有的人出生就喜欢怎样，哎，喜欢捕鱼，有的喜欢戏水，有的喜欢打球，有的喜欢好动，哎，可是我们的佛性呢，一致的好静，哎，可是的欲牵制啊，可是我们的欲望往往是这样把我们牵引走了，然后呢，就变成了流浪生死，长城孤啊，我们是真的太可惜的啊。好，以后面来讲呢，这个非常不好啊，考试成绩不好，为什么？以智慧人呢、啊？哎，跟一些啊不良分子在一起，考试为什么考得好呢？哎，求职的话有悲哀的情况啊，可能出去哈、啊，人家知道你有你有记录了，没有人敢请你啊。哎，事业的话，对方心怀诡计，还是退避为妙啊？疾病的话难以治疗，时日越久，哎，病情呢将越恶化。婚姻是不会有好的结局的，倒不如呢不进行才好。哎，如果人家知道是你的朋友，不是吃喝嫖赌的一个什么朋友的话，哎，那不要的戏啊，哎，所以会不会有结果的啊？第四条呢，哎，非常不错哈、哦，外比之真吉，外比于贤，以从上也。啊，动道真义啊！啊，我们在讲，他说轻忽于善，一定要坚持正大，以免呢被人家误解为什么厚颜讨好。连当时的孔老夫子呢，也曾经感叹说：“事君敬礼的，人以为常礼的。”所以他说对金广啊，尽心尽力的以礼来相待。可是旁边的人呢，哎，人家也会说哇，孔子在怎样啊，厚成君上啊。他说你看。哎，人真的不好当啊，所以他只要说自我要求就好了，你不要看人家眼光啊，啊、哦，所以我们人要当什么？哎，我们人要当导演，不要当演员啊。什么叫当演？当导演就是说我做的对，当然是 OK 的。哎，不要管人家的眼光怎么样，不要人家叫你哭你就哭，叫人笑你就笑，哎，人家说你不正你就不正，哎，人家说你恶怎么样，场面就场面，不是这样子，只要问心。一切 OK 的、哦、所以他说只要行得正，守得端，闲言碎语是可以不攻自破的。君子当竭尽其心力，为天下众生的努力，广结贤人，且要七进三出世啊。所以呢，动到第四眼的时候，或许建议大家要赶快出国开荒，知道吗？出国开荒，动到这眼比挂第四眼还赶快出去。哎，因为代表了说你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外比之嘛，外就是外国了，哎，你要赶快出去了，不要在国内啊，啊，所以赶快出去开花，因为可能你时机成熟，国外很多当需要你去帮助，哎，很奇怪，动到这一点代表说很多人在那里等你呢，哎，只要你去的话，道路会很通畅，啊，为什么？啊，所以动先生是不是折兵退？退过就聚集很多很多人了。所以只要你出现了、哦、啊，不知道怎样哈、哦，人家去办嘛，五个人、六个人，你去了500个、600个都在等你呢，哎，是不是有你啊？这是挂功夫相当啊。啊，所以断光的功夫，哎，外比之也代表说我们第二爻是内圣功夫，第四爻是断光的功夫啊。那、啊、所以呢，啊，这样子卡到的啊，内圣外望都是也没有卡的啊。啊，所以我们执着内圣也不可。如果外望很不好，所以内圣外望都要圆满其事啊。所以内圣外望要圆满，就是真正的要体现一个信字，信啊，仁义礼智信的信。信什么？我们跟道来亲比，你就可以成就正道的真。那怎么样？哎，我们相信道真、理真、天命真，所以我们跟道来亲比。哎，所以信为公啊，道德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啊，所以我们的心性最严重的花端就是信的开端。没有信的话，不用讲的。哎，你不相信的话，总
出去了，要国外开发还没有容易啊，对不对？哎，隔壁都没办法去，还要去国外开发，哎，所以我们人是怎样？哎，不是满的，哎，是怎样？以己不敏啊，己不敏啊，人都是不敏啊，不懂道理才会怎样往往干。如果你懂得道理的话，到国外开发很正常，中国大陆去啊，澳洲也去啊，坐飞机坐12小时，那都很正常的啊。如果不敏的话，即使在隔壁啊，你也不会去的啦，真的都是这样子啊。啊，所以呢，他说一个心是对我们讲太重要了。所以师尊老大人跟我们讲说，正气是修道的宗旨，勇气呢是办道的力量。正气不是光用大家口来讲的，而是要有勇气去实践去放手的。哎，所以一定要守着正气啊。所以换笔之就是可以真正让我们真正有怎样有信心啊，有信念啊，有勇气，这样子才可以啊，独当一面。正气不是一段时间而已，从求道、明道、修道、办道，以至于成道，这段时间都要保持正气，而且要有用勇气去使人呢行持，这样子才可以达到有始有终。所以讲到这个勇夫之所以为勇夫啊，只在于无勇气，无大无畏的精神。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啊，只在于有勇气，有大无畏的精神。所以有勇气便能敢担当一切的，无大无畏的精神便可能完成一切啊。有大无畏的精神啊，就可以完成怎么样一切的，完成的事功的，完成的道德，完成的人生的一个真谛啊。啊，所以第四呀，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这一些？他说你的信心够了，就可以真正的坏品质了。然后坏品质出去之后呢，就是真正的要自我的一个什么两面啊。所以为了扬升天下的昌轩，我们到国外去开发步骤，哎，真正的就是要来度化天下昌轩，而不是为自己的一个什么安逸，不是为自己的一个道名大利，都不是，也不是为了自己的超生粮食。真的，我们的彻底自信流露出来，你看到众生苦是我苦，看到众生病是我的病，这样子才可以真正达到了一个最严重的一个境界。好，这一爻呢，不错的爻哈，好事成吉良好，坏比之嘛，代表说你结坏被结，结了很多的善缘呐、啊，所以好朋友很多啊，所以这些好朋友影响你的学业了。啊，求子的话会有长辈的资源而得到的利益。事业只要你态度积极，再加上上级或长辈的什么援助，得君其也啊。疾病并请高明的医生治疗，将更为吉利。为什么？外比之啊，意思说你要请更怎样外面的人啊，会比较好一点。婚姻男性的运气平平，女性呢得吉，哎，能有良缘出现啊。为什么？外比之代表说，哎。然后前天被电啊，这个你很用心在找的，所以会找到你适当的人员的。好，我们来讲九五爻今天的一个主播，他说闲笔王用三区失田起遇人不借吉，夏天闲笔之吉贵中啊正中也，舍一取顺失田起也，遇人不借暂时中也。好，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易经的经文都是这样子？哎，短而有力，短短的，这里面的内涵都蛮好的哈。闲笔就是愿来亲笔者来，不愿亲笔者是去，不用丝毫的勉强。就好像我们道中的佛门打开，有缘快快来。哎，没有人的，我们也不勉强。啊，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叫闲笔啊。王用三区失田起，这个是借用说一个什么君王出去狩猎的时候。也有这种德性，就是说古代的人呢、啊，古时候的天子呢，他们什么去田猎的时候，山区之禽兽啊，不会赶尽杀绝啊。所以据说汤王还是秦王，他们去狩猎的时候，他们不是要射杀这些动物的，我们在射杀这些动物就怎么样？哎，你残暴了啊！他们是为了什么？娱乐、运动啊！所以他们说啊，来，我们今天来狩猎。然后呢，网子呢，把它怎样弄好了？结
个嗔之心，而不是要赶尽杀绝的啊。所以一人不见，成往出行不必戒缘啊。缘灭之事呢，是与民同乐之局啊。啊，所以就好像说一个君王呢，哎，是用这种心态，是用仁慈之心在待事的话，出去的时候你不会怕有什么坏人会会动啊坏脑筋的，因为你平常就是用你的一个什么德性来感动天下的人啊，大家对你的什么尊敬都来不及，何必用戒严怎样去掉很多的什么戒严来约束所有的一个人士呢？他说，其实你如果做到这样子，不用真心戒律的啊。他说，九五以唯一的阳刚之爻处于居位，哎，那群民都来倾慕他了，他可以呢，哎，能保持刚正无私，不偏不倚，更不搞暗中交易，这是光明正大的行于天下贤人的行为，一切都是显明于外的，所以举为贤敌啊。所以王者对于倾慕于己的民众，也应该是这样，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哎，顺从者就收容他，违者就放过他啊。他说呢，有如九五以下的四个因，都愿意顺从倾慕，则来者不拒，一概收容。只有上六为逆，以阴成阳，哎，不愿归依，则去者不追。好像打猎的时候，从前面跑过的一个什么前妻，哎，所以跑出去了，哎，就不追了。啊，啊，如果这个他不倒霉啊，啊，已经往他一遍了，他还，哎，后面不跑，跑去，哎，旁边就被他广鸽子啊，哎，这个就是好像注定要人家被抓了啊。所以这个往他一遍呢、啊，有很多的典故哈、啊。在三千多年前的贪玩，他的彻底之心呢，哎，就是这样往他一遍。啊，一千多年前的贵人祖师呢，在周围都是什么猎人当中，也在隐居了十五至十六年吧。特别呢，哎，人家叫他说：“哎，你守网嘛，我们去赶那个猎物啊。”他来的时候，你给把他怎样抓起来？可是六祖呢，非常的怎样慈悲啊，他看到那个什么动物被啊网制的时候呢，特别自信一起，然后他也把那个网子偷偷的掀开起来。然后我看一遍，哎，叫他们赶快跑啊！啊，他说呢，就是这样，写出一个仁者的一个恻隐之心，哎，所以这里就是每个人都有啊。而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七雄的时候，孟子讲一句话：见其身不忍，见其死啊！留下那一个门，哪个门？而饶人是且饶人的门，哎，有转圜的余地了，而留下一个非常好的生机。啊，所以见其身不忍见其死啊，哎，所以呢，就是叫我们真的要赶快弃口如斯的，哎，所以还有一句话叫什么？都忘瓦跳跳，进西跳跳，哦，啊，所以就不太好了，哎，所以呢真的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子，哎，啊，所以看到杀生的时候，哎，它有它的一个什么生活空间，所以那天有个前辈问过我说。如果我们都亲口如是的话，那这些动物啊，鸡啊、鸭啊、猪啊，怎么办？或者说你放心好了，因为我们天地当中有十五念，有十五念啊，它是该怎么样？该生、该病、该死，都有一个时间起，你不用去担心它。即使通通没有，都大家都亲口如是的话，就没有人会养猪、养鸡、养鸭、养鱼了。哎，是不是？他也就是很多人吃嘛，所以大家拼命的养嘛。啊，不吃的话，这些就自然而然怎么样？就啊，不会这样子啊，继续养它。不会继续养它，自然而然就回归最古老的食物链的时候了。啊，所以天地当中自然有巧安排啊。他说：“彼时我们道中成全祸水的时候，而非将祸水视为己有，当任其怎么样发挥。”广开一面，主发挥才华，真智慧也。哎，这个很重要的。第五爻就是叫以道中来讲，是一个贤人，是一个给人师。哎，他、你当一个领导者当中呢，你要有这种哎怎样？哎，有这种恻隐之心，有这种度量。为什么往往你的祸水比你优秀啊？电脑啊，各方面都比你好啊。哎，我们还对真正的广开一面，那
让他去发挥他的一个什么才真才实料的一个才华，好、哦，让他有修行功多两遍的机会，哎，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什么大德者啊、哦！不要说你是我的后腿，你都是要听我的，哇，这个白听多了了，哦，所以这样就不太好。所以后腿非常感恩我们前人特别恩师啊，能让后腿来这里面学习两遍啊，真的。所以我们啊，我们前辈的就像一两前笔这样往开一遍，不然后腿就没有机会来跟这里面来跟大家解释点呐啊。好、啊，孔子来讲说，哎，自是人人呐、啊，无求生亦害人呐、啊，以有杀生以成仁。好、啊，所以他说一个真正有仁慈心的人，自是的人，修道的人，无求生亦害人呐、啊。哎，所以真正的最重要。我们真正实际成就的时候啊、哦、还是说哎怎么样哎该杀生成人的时候还是要一怎样一直如此的哎来真正的来成就。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起真正的要把它行侠仗义出来。所以你看随时要成人变的，当初在中国大陆哎杀头跳壁搞老还乡这样舍身其义杀生成人才是真正定了那个行义的一个情报啊！好，以后天来讲非常好哦。考试的话，升机特优非常好；求职的话，则表示有机会被提升为干部了，因为你是定了，而且很高啊。事业大富翁在，但不要一个人担心的便宜。疾病的话，中年妇人，哎，或害怎么样？哎，常会病的人会痊愈的。婚姻的话，体力之障，哎，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结婚的，你去相亲，哎，刚好是你过了命了，哎，赶快马上答应，为什么？这个人是非常好的人，即使是前答应了，问到了，好好握这个人，因为这个是你怎么样梦寐以求的对象的，啊、哦，啊，如果不赶快决定哈，哎，你说我再考虑看看，可能呢，哎，这个是怎么样失去那种很好的良机呀，啊。他说：“所以一定会有这种好处，真的。当天你这个动得过啊，哎，习惯第五条，好，决定了啊，哎，那天子来啊，不能变卦了，哎，然后这个第五条的人才都是明的了啊。上六爻，以是五手修，下天以是五手，五手中也呀。所以以是五手，什么意思？就是看不起别人啊。啊，上六忌无才，又缺乏什么样智慧？”啊，所以呢，戒除在卦外，而夫子啊，不亲近于九五，哦，所以有日暮怎么样腐朽的一个什么真相啊？所以无所终也，就是已经达到无路可走了啦，无路可行的啦。还讲一句话叫什么？不动的不行，不动的靠不行，哦，靠靠我或者不会写，所以就是渐渐走了啊。啊，所以他说上用了限制了什么？不必无缘。困境的，这才被动了一个什么求彼，然而为时已晚啊！所以就好像说啊，哎，这个是大德者呢，本来他很接近，很容易就接近他了。可是哈、哦，他高高在上啊，我跟你比呀、啊，哎，我跟你亲比呀、啊，你算什么东西呀、啊？哎，就这样子，不愿意跟他随时就对了。哎，啊，所以就这样子啊，然后呢，碰到了困难的时候。人家都在亲近他了，结果刚才最后一个人说：“好好好，哎，怎么样？我来求来，就好像现在我们在说，那很宝贵、很尊贵的，赶快来求道。可是还是有人像第六爻不来求道啊，哎，不知己见啊，啊、哦，可是真正的，哎，道已经说回去了，你才要去亲近，对不起，你才要求道，对不起，没有道可以让你求来，啊、哦，所以第六爻就是错失机会了。”所以做事的时机呢，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这就是下边所说的“无所终也”啊，或者所说的“破无休”。哎，最后来追求的这个已经太慢了啊！所以确实刚才有跟我们讲说，世间万事终有天难啊，动静心机也有难难，富贵荣华如泡影啊，直到空手不还拳啊。所以他说，哎，该求道的时候，你就好好求道，行道、养道、看道，最后功果圆满了。哎，不要以之无守啊！哎，怎样？哎，明珠就在你旁边，你不去求他，是不是？哦，难道你高高在上，这样子就好像什么下士什么文
所以像这次我们到现在林太子跟林太太啊，相隔也很快都陆续的来沟通。后来去的时候呢，看到他的家里，通通把他们的棉被啊、什么枕头啊，通通把搬出来。后来看到的时候啊，有点感伤呢。我们最后得到的是什么？这些棉被、这些枕头嘛。可是这些等一下又被烧掉了，什么都不是我们的。哦，所以你看看，真的世间万事总啊，总有变化。不要怎么样，动机心机啊，道德是蛮难的啊。所以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祸福无门啊，为人自招。什么是祸？什么是福？哎，没有一个水平的。可是呢，都是由个人所作所为而怎么样招惹而来的啊啊！所以叫我们你要亲笔，要非常的谨慎。如果不小心啊，可能亲笔错了，可能就没办法了哈啊啊！所以佛陀也跟我们讲说，在这短暂的时间中，我们看过出生入死、生生死死、众生相。生死这一段时间呢，是前世来世的一个功德债，让我们想过怎样人生中什么是什么永久的，让我们想过人生中什么是永久的，什么是短暂的吗？哎，所以他说做比喻了，人后水刚刚讲，就好像这雨下来，你没有选择权，你要怎样好好来过你的一生，这个就是功夫啊。要说我从那么倒霉，种怎么样嫁生在这个穷富人家，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嫁生在乡村家，哎，我们要怎么样管我们念呀、啊、所以我们现在或者住在水饺啊，那现在水饺变成怎样你知道吗？本来是一个镇哦，水饺镇哦，成为镇就是已经达到五万人六万人啊，这个才可以称为镇啊。啊，他现在我们统计剩下两万多人而已，已经要不会被删掉镇，变没有，可能变成底还是村的啦。哦，哎，有人说，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哎，他们说哇，人口怎么样都外流的，哦，人才都外流的，剩下我们怎样一些阿公阿嬷的哦，还留在家乡啊，还不舍得走啊，啊，所以那边也没有工业，没有商业，没有什么都没有。哦，我说好啊，哎，过得清闲好休息啊，哦，不是很好吗？分别看待你坐在哪里，你就好好来生活嘛。就好像以前美国总统，哎，王牌白吃的怨天尤人啊。那他妈说，人生就好像在王牌，哎，已经花到这个牌了，你就好好怎么样转身回起啊，好好把它管到底嘛，对不对？啊，即使你手上的牌很脏很烂，你要用你的智慧，然后继续怎么样抗争下去，然后转身回起啊。因为你的人生观才有正确的人生啊，啊，不然说拿到挂的牌就不用管了。哎，我就是在这里不好，我就自杀了。啊，那个就不是啊，真正的一个什么面对现实的人的啊啊，所以师尊老大人他说，以我们人就像一朵花一样，被人供养的时候，在花瓶中，这是什么？你还很漂亮，你还很年轻，人家还有用的时候就爱供养的。等到花谢的时候呢，就变扔到垃圾堆去了啦。啊，花会开的时候也会谢的时候，哎，月亮会圆的时候也会什么缺的时候，人会死也会怎么样，会生也会死，这些能久住吗？所以我们好好把握现在，哎，还有一口气的在的时候，还有手还有脚脚还会动的时候，赶快勤工俭学，不然的话躺在医院的。所以很多人叫金啊，我们一到晚上的时候，哦，我很忙啊，真的那么忙吗？哎，最闲的是什么人？躺在医院，在那边的人最闲，有没有？哎，他干部来急啊，哎，他难道医生来打针啊，护士来打针啊，是不是？天天吃药啊，那就是最闲的。如果那一天要勤工俭学，都没有机会的，我就跟他跟你讲，所以我们要忙中偷闲啊，不然的话，什么时候有空，大家都很忙。哎，什么时候有钱，大家都没有空啊。所以人在世上有地位，称为大人物。但等到死亡的时候呢，就会躺在墓中的，变成无人，还有什么陪伴的小人的。为了名跟利的人，一切皆会变成灭亡；为了真理的人，能够永生不会灭亡。哎，所以你看，我们清平善知识追寻的真理这一条路是绝对不偏的，因为师尊老大人一直都是这样的。怎么样？回应我们啊？他脾气也是这样。
事业不轻轻的开创事业，陷入进退两难，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疾病的话病情所有的一个危机的，婚姻的话高不成低不就，自己成见太大，税也要交账，要交税，花大也要多付费，好、哦，啊，所以呢，啊，自己呢太怎样，啊，太高傲了，所以得不到人家的一个援助。好、啊，二人中论呢，就是吕洞宾大仙跟我们讲的，笔卦当中叫我们好好来清理三件事，所以不要锋芒太露，啊，所以说，与其锋芒太露呢，不若隐瞒是自己呀，啊，与其阴婚七彩呢，不若怎么样恬淡之日子啊。啊，与其豪华奢侈呢，不若哎怎样简朴之品味啊？与其盈盈碌碌呢，不若啊广阔之心胸啊？所以笔卦也就是真正的让我们达到这样的境界啊。啊，所以该啊该怎么样做，我们真正的来大方出道，那个是最圆融的。好、啊，那我们今天呢，因为笔热湿忧啊，所以我准备特别的写一首快乐的歌。这首歌叫做快乐总在修道路上啊，它可以我们来吟唱一下。笔乐思忧在哪边，我们还记得吗？就是在杂卦传嘛。好，那这首歌啊非常动听，也有意思哈，那我们来吟唱一下。哎，有没有声音的，或者看一下哈。这样子呢，真正的人生就变成天堂了啊！所以呢，我们。